世界上最震撼的十大景点，最后两个在中国。十，尼亚加拉大瀑布，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瀑布，气势磅礴，震撼心灵。九，澳大利亚珀斯粉红湖，左边是粉红湖泊，右边是大海，简直就是上帝的调色盘。八，冰岛蓝冰洞，现实版的冰雪奇缘，仿佛置身于一座蓝色宫殿。七，法国诺曼底圣米歇尔山，海上城堡，涨潮时它就是一座孤岛，而唯一通往城堡的路只有退潮后才会出现。六，丹麦海底瀑布，你绝对想象不到，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居然在海底，高度落差3500米，每秒倾泻51吨海水。五，印尼克里木图火山湖，火山顶部的三片湖泊，色彩随季节的变换而变换。四，墨西哥卡波圣卢卡斯海拱，被称为海神拱门，真正意义上的太平洋之门。三，冰岛钻石沙滩，世界上最美沙滩之一，这里仿佛世界的尽头，却藏着一片美到窒息的钻石沙滩。二，中国安徽黄山，现实版的水墨山川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带上喜欢的人来一次，看山河远阔，观人间秀色。一，中国万里长城，北望雄关万里，壮哉浩荡长风，世界七大奇迹之一，巍峨的东方巨龙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不屈的脊梁。